没用的。看到宝贝了，这是他的女儿，一起加油。我胳膊的话，等会儿抹点药，今天忘记抹药了，等会儿看完洋洋吧，再抹药吧。等会儿咱们再抹点药去，一起加油啊。我们是打不我们都是很坚强的，姐姐们也是都陪着我，非常感谢大家一路走来的相守相伴，对我的理解。哎，很多时候其实我愿意把很多的东西都藏在自己的心里边，不愿意去分享给大家，因为我知道你们每天看熊猫看的挺那啥的，挺心里边挺难过的，不愿意去分享给你们。哎，这怎么他怎么出来了？哎，你看他是谁？是的，七月友们。喂，你看他是哪个宝贝？这个宝贝不是在里边的吗？喂，这大宝贝咋出来了？洋洋咋没出来呢？哎，不是洋洋啊，这个不是洋洋啊，洋洋楼啊，洋洋楼，洋洋啊，这伦伦宝贝出来了，是伦伦。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外场有没有投喂。哎，只有这里，怎么回事？这是伦伦啊，洋洋没出来，另外一个外场没有投喂啊。都估计错了，哎呀，这万万没想到啊！你说这亚特兰大这种操作，你说你能想到吗？你这个，这我想不到啊！这个，你说这种操作，他这个是随机的，这个，哎，我也是服了。这动物园的神操作，这种，是不是神操作？去那边吃饼干去了。哎呦！对，就像抽盲盒一样，其实真的。就像是那个抽盲盒似的。这真的是猜不到他们心里边想的呀，这个他们心里边想啊，哎，他在里边呢嘛，这边换竹子了嘛，我还以为要给他洋洋跟亚罗其中的一只给放出来了，换竹子了嘛，我还以为要给他洋洋跟亚罗其中的一只给放出来了，伦伦给放出来了。对，可能洋洋咱们等等吧，啊，等等吧，啊，等等吧，应该不能吧？这几个人，咱们都经常见识几个人。等一下，我去给手涂个药，手得涂个药去，这不然不行。这个早上没涂药，这是这是。等一下啊，我把药涂一下子，就得把药涂一下子。稍等片刻，你们那个，这个手有点脱皮了，这两天脱皮了，开始。是不是？今天早上忘记涂药了，今天这会儿才发现涂药这个。去医院检查过了，去医院得打针了，打了那个针给我打了针。
一坨皮，一涂药就感觉舒服多了，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这个，看一涂药就 OK 了，好多了就，这边，这边就好了很多，走，涂完了，出发，出征。在美国呀，真的是一天天的净给自己找事情干。现在伦伦呢在这里吃东西呢，在吃着东西，涂完抹牙膏，牙膏不行，那个不能抹牙膏。你家里边你看，就是有做饭的姐姐们，你家里边常年备点那个烫伤膏什么的，真的你抹牙膏不行，那个抹点烫伤膏当时可能就好多了。如果抹牙膏或者是抹乱七八糟的东西得不到及时的一个那个解处理的话，后边不行，好麻烦的，他吃笋去了，伦伦在吃笋。他们什么时候回国？是他们今年都会回国的，我们今年一定要关注他们。伦伦在外场吃竹子呢，对，专门有这种烫伤膏，搁这呢，吃着呢。这是喜伦，喜伦说你开门出去，反正是喜伦搁这，嗨，喜伦。哎呦，喜伦，喜伦没有竹子，没有竹子吗？喜伦，这孩子也不敢去要。你看这东西不能吃了，就走圈去了，走两圈，在门口看一看，王一文他投不投喂，不投喂了，他就继续睡觉去了。喜伦，没竹子，喜伦。啊，知道了，请轩姐。老实的喜伦，那太老实了。这最近还好点了，刚来的那段时间，他们平均每天在咱们直播的时候就一直在走圈，得走三到四个小时的圈，在走圈，得走三到四个小时的圈。现在还比之前好了点，知道睡觉了。这，上灯牌，你可以跟喜农要点竹子吗？哎呀，哎呦，喜伦过来。什么？你有没有看前面？看前面哪里啊？哪里有竹子？这个是竹子吗？这不是竹笋吗？这个。他去敲门了，敲那边的门了。这孩子很少去敲门的，只有没办法了才敲门。你看，敲门去了。这孩子一般情况都不敲门的。虽然有这笋吧，这笋他咋不吃？这笋他又不吃。你们就是怎么讲呢？在评论里边，就是别打这过激的言论、言语啥的，就禁言掉了。你们就说，就来说我把你禁言掉了。哎，怎么这个？你们要遵守直播规则，遵守直播规则。理性的发言，用文明的这个言语在直播间里边讲话。我知道你们很生气，但是你们要想看直播的话，你们就得不能言语过激。他抖音不允许你们这样子，你们知道吧？抖音他不允许你们言论过激的话，他只能说是封号了，就播不了了，就播不了了，就别看了。
就只能就不要看了。要看的话，你就啥啥就看就行了，就多做视频。如果你真的心里难受的话，说化悲痛为力量，跟着咱们一起做视频，做点实事情。你别就是啥一点实事没做，自己给自己气坏了，这咋整啊？你这黑子有点，黑子拉黑掉。黑子说啥玩意儿？我看看公屏。你是那个黑子呀？你说我造谣是吧？我看你才造谣呢，你们全家我看都造谣呢。你说我造谣，你哪里不合适是不是？你这个，有人说我造谣，你敢把你大号开进来说吗？来，我跟你连麦来。那你上，你黑子上来，我跟你连个麦，申请连麦来。都是成年人了，你理性一点，用点正常人的思维去思考事情，以及看待问题的这个是看待问题，好不好？你都不会录屏吗？再烂臭了。哎。拉青团了，今天拉青团了，他的这个青团也是有点那个软，这个青团也是有点那个软，是今天第一次拉青团，让你们连麦你又不敢连麦，咱俩开个视频聊天来，我看你长啥样，你上来。在桌面上面咱们来个谈一谈好不好？我喜欢干事情咱们光明正大的干，摆在桌面上你敢不敢？这个是谁？这个是喜伦。得找东西吃吗？得找东西吃吗？不用理他，这些人就是看是洋洋会说的呢，还是把这个喜伦会放到这边来呢？看看，等会儿，的人他就不是爱猫的人，根本知道吧？他这些的人他就不是爱猫的人，根本知道吧？他这些今天你看中午多了个值班的，哎呦，亚伦。叫喜伦，你站起来了，喜伦。哎呦，站起来了，这孩子，站起来了。这多个值班的，这就对上了。你搞个值班的，这才像话。这还差不多，这才像话。这还差不多。哎呀，喜伦，你是想进去？他说你搞挑点吃的吃一吃。喜伦说是，搞不搞吃的？我给你们看看啊，今天多了个值班的，今天有人值班，你看这个地方。中午你看，中午都没有值班的，今天就有了。加油！他想那个，那妹妹就是，他想那个，他说开门。他搞点东西吃，谢谢提拉米苏，你这名真好听，四个字真好听啊，你这个名提拉米苏，四个字真好听啊，你这个名提拉米苏。洋洋，哎，观赏族，洋洋，哎，上场了，当当，分享注意，洋洋上场了，当当，当当当，洋洋来了，这是洋洋，这个就是洋洋，哎，你也是提拉米苏蛋糕，对，提拉米苏那个是蛋糕吧？我记得，对，就是蛋糕，没问题。当当当当当当，洋洋过来登场了。这高低啊，这高低，
你们就这样看吧。哎呀，总算看到你了，你们都放心了吧，这会儿啊，这会儿，看来给洋洋只洗了个澡，是不是？谢谢我铃铛姐。谢谢大家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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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一宿，大中午都放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等了一宿，大中午都放出来了。